see one through 哈，我们从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呢来看，就是 see one 这边指的是某个人 ，through 就是通过的意思。那通常后面呢接的都是比较不好的东西。好，那我们中文就翻成帮什么什么人渡过难关。当他呢需要通过一个危险的地方或者是困难的地方呢，你在旁边帮他看着，看着他通过，有危险呢通知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你赶快去帮忙他。哎，这个就是形成了我们这个片语 see one through。的意思了，就是帮什么人度过什么样的难关。来，我们看英文解释 ：to help 啊，帮助或 support 支持某个人 during a difficult period of his or her life， 在他的一生当中呢，比较困难的阶段，能够帮助他、支持他，就是 see someone through。那我们看例句 ：No matter how hard life is, my best friend is always there to see me through. No matter how 无论如何啊，无论多么。我的生活是多么的苦 How hard life is My best friend 我的朋友呢 is always there 总是会在那里那里指的是哪里呢哎，就是我的身边在我的身边干嘛 To see me through 来帮助我度过难关好所以呢 See someone through 帮什么人度过难关